是疤痕的关系，才会让我们的脚翘翘的，没有办法正常踩在地上。之所以会烧的比较高，是因为去拉人家。那时候是有人跌倒了，然后我觉得如果不救他，他会躺在那里被烧死。我是承包伤者，我认为身体是自己的，复健也要靠自己努力，因为没有人帮得了你。我想把这句话送给所有一起努力的伤者，我们一定会回到原来的自己。